在我那个三个包没有。 就是你看到这些山，就是坐落在他的纽西兰境内了，所以他靠这个就赚，就全世界的人都向他那边去看这个雪山。 新加坡靠过境也赚到盆满钵满。假如你不是靠那些旅客来过境，新加坡死水哪里怎么样？<咳> 你中国的旅游地方多到不得了，你只懂得这两个地方。<咳>就算我们番禺的一个小省，哎，你不要讲，我在录嘞。 Okay. Exactly.
Okay, wow, 那个山在上面。 哦，又没有掉。
这个地方了。啊，差不多要到了。不过你不可以在它的上角，我看不到你。这样也是太靠近了。太靠近了，拍不到它的山顶。在地方我听到他们是禅师，那个瀑布啊，上面流下来啊。
个狗而已、啊，那大的话整片哦。哦，它下到下面就不见掉了，结冰了。哇，这么远啊！这样也可以拉过来哦，厉害哦！我用什么相机拍呀、啊？表示它很深的嘞，多干净哦！相机不好，它就不会用。不会用啊，连那个镜片都抹掉，一打一打也不会差。
kind of find something out here that these mountains have been pushed up from deep down at the planet Earth. By two tectonic plates crashed together just outside the entrance of Auckland Sound. We've got the Australian Indo tectonic plate crashing.看这个鱼还在耶，
How to go. That's what I love.我们已经走到半山了啊，他在那个山路旁边啊，开那个道路啊给汽车走了，到了他的石头了，他下面这块石头掉下来，他在山下面。那人干干净净小啊，我们三家他的儿子这些啊，那么多道上解掉了，那个必须是三斤啊，我的心起来，我的色，我的看啊，
还要走一条路，就是在山的旁边开出来的道。已经在到了半山了。还有再过一个隧道嘞，啊，真是太大胆哦！
哇，差不多四分之三秒了，要到了了，就看到那个雪山在前面了，差不多山脚下了嘞。哇，他走了差不多39分钟嘞。哦，他有缆车上去的。山顶啊，一个缆车。看，我们要坐缆车上去了，哈哈，他在够胆哦！哇，他从山上又可以跳伞下来哦！哦，他这个伞可以自己跑的。你吊住啊，有一个眼睛在给你控制的，自己可以自由飞翔的。哇，太危险了。而且他又没有去过的，第一次去哦。来，等一下，我照他。来，好。
Thank you.